请问水温站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谢谢啦。细心询问水温，美容院洗发改变造型，但这一间不一样。许多人一定都有上发廊 Sado 的经验，但这越南来的洗发水疗很特别。好痒哦！打开温热水流，从肩颈上方带走沐浴乳，疲劳也一扫而空。你没看错，越是洗发，服务超周到，连肩颈都照顾到。回台湾之后，才听我朋友说，现在台湾很流行越式洗发，但是其实我现在住在越南，但我就只有体验过单纯的洗发跟按摩，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套餐一条龙式的服务。上次体验很不错，所以我想要带同事一起来体验看看头皮的水疗。享受过一次很难忘，呼朋一伴一起来越式洗发，人气超旺。一进到店里，先是洗脚，接着帘子内一人一床有隐私，女生修脸部细毛，男生则是刮胡子、去角之后上半身按摩，还有掏耳朵、修剪手脚指甲，最后才是重头戏越式洗发。越南特色，几乎每天都有预约满，就早上到晚上都几乎都有预约满的。即使平日下午还是一床难求，以台北市来说，洗发300元，按摩半小时至少也要600，做一次脸800块钱，加一加3张1000元大钞跑不掉。现在越式洗发90分钟，体验价1500，等于只要半价 ，CP 值超高，难怪会在台湾掀起越式洗发热潮。华语新闻林柏翰、黄萱萱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